来，下一题请出题。台湾 number one， 请问台湾近五年来哪件事成为世界第一 ？A. ETF 成长率 ，B. 人均资产增加率。请作答。我们台湾有人每个人变资产增加吗？台湾人很有钱哎、欸，有吗？我觉得台湾人很有钱，可是增加率、哦，增加哎、欸，它是人均哎、欸哦，啊，不是大家都骂得一塌糊涂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会骂，就代表说一定是增加到太多，所以大家才骂说怎么可能？我都没有觉得我变有钱。那不是 ETF 每天在报吗？对啊，00506009400003900，这个才是增加很多，对不对？对。最近有一档 ETF， 大家买的不狂跌吗？就是00940。哦，那是什么情形啊？就是他就集资嘛，就短时间要大家赶快募资，然后大家都把钱投进去之后，他没有达到预期的涨度。哦。那 ETF 它就是分散风险，它可能像的00940，它的可能70%都是电子股，然后它有很多这种。买了很多家公司的，然后你去投他们，他会帮你把这些风险分散在这些公司里。嗯、正确答案是 A ETF 的成长率哦。台湾全民 ETF 卷起的资金疯狗浪已经是世界奇观了。那我们在近五年 ETF 复合成长率是世界第一，对，目前总规模呢已经达到3.9兆台币。那我们在亚洲呢，仅次于日本。和中国，但是我们的成长率是最高的。对啊，我们的人口数差那么远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好猛哦！发育，你这五年有真变很多吗？他可能赚的少了，个人有啦，个人有吗？好，我觉得刚觉得那个 A 有问题。两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。好气！来，增加三千。我没有奖金的老师。8000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研究。夫妻的睡姿能看出感情关系，请问以下哪个睡姿感情最好 ？A. 背对背睡觉 ，B. 从背后环抱。请坐到。这一看就有陷阱嘛。B 应该是热恋的时候才会吧？对，刚结婚还在睡啊。而且背后环抱根本睡不着啊。不好睡。根本睡不着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。我们一开始先 B， 之后变 A， 所以我刚才是有在想说，哎，这样我们算感情不好吗？但是从背后环抱，感情还是很好。那你能说这样 B 睡了感情不好吗？没办法，但是最好哦，最好最好就是不打扰你的睡眠，大家睡得好才是爱嘛。哎，我从背后环抱，也不知道谁要干嘛的，各睡各的，影响睡觉了。对，说不定被抱的那个不要。哦，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，早上起来会吵架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背对背睡觉。虽然呢，你会觉得好像背对背睡觉有点不浪漫，但是有个研究呢，却指出哦，这是最常见的睡姿，有28%的受访者就说他们一般都会背对背睡。那研究人员指出呢，这样其实代表夫妻关系其实很亲密的哦，因为你们彼此有空间，彼此很独立，但是你还是觉得很相爱，所以是很有安全感的一种睡姿哦。来，雨山，请到背对背那边。哎，我来了。增加2000、1万。你们要决战哦，这是最后一轮哦，请出题。棕色脂肪竟然可以燃烧热量，请问这种帮助燃烧热量的脂肪在哪种人身上最多 ？A. 婴儿 ，B. 长期健身的人。请作答。好，如果三题都。答对一模一样的话，最后奖金是均分啊。嗯，来，选择婴儿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婴儿。其实体脂肪呢分两种，分别是棕色脂肪跟白色脂肪。那棕色脂肪可以帮助身体燃烧多余的卡路里啊，保持温暖啦，在。婴儿的身上最常见哦，主要在他们的肩膀跟胸部附近。那成年之后呢，他们大部分的棕色脂肪就会流失，慢慢的只剩下白色脂肪了。就肥胖了。对，所以小时候看见哇，肥滋滋的，有没有？可爱。没有到那念小学，他就变瘦了。这个抽高。对，抽高，再加2000、12000。你看呢，詹云，你的本金是8000嘛？对，但是浩勇是14000嘛？
对不对？柳燕老师是15000。哦，柳燕对不起，嗯，你们两个只差1000块啊。嗯，对。所以最后这奖金落谁的时候，均分都还是柳燕会获胜哦。险胜。所以浩勇没有别的，就是要赢。对。第二题，请出题。出席重要场合，许多女性会选择穿高跟鞋，请问下列哪个方法能够避免脚趾头疼痛 ？A. 第三、第四根脚趾绑在一起。B. 走路时脚尖先着地。请作答。哇，不一样了，有 A、B 喽。这题问不靠勇老师公平吗？但是他已经选择了嘛？对，我选了。浩勇先按了，请说。我觉得不会绑在一起啊，就是很漂亮，他不会把腿绑起来，然后让你走出去这件事情啊。脚趾对。对啊，会很丑，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，应该不会。但脚尖先着地。嗯，来，耶。因为其实呢，穿高跟鞋对女生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好的姿势，嗯，的事情，因为对脊椎不好，然后整个压力又压在脚尖上，所以很容易会受伤。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说，你把什么地方把它调整一下，就可以让那个受力比较均匀分散，所以我才选了 A。但是刘燕她也没有那么把握，你常穿高跟鞋吗？对，我如果工作的话，正确答案是A， 第三四根脚趾绑在一起哦，因为第三四根脚趾中间其实有一个分开的神经，如果你穿着高跟鞋的时候呢，压力就会聚焦在这个神经上，所以呢疼痛感就会加倍。那你如果能用透气胶带把这两个脚趾绑在一起的话呢，这样子的很明显的施力感它就会消除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舒适一点。那至于走路的方式呢，穿高跟鞋的时候应该要脚跟先着地，不是脚尖，比较不会痛。不是脚尖的，对，刚好相反。加1000，有13000，请累积到柳燕的账户。哇，反败为胜哎！他是里面奖金最高28000，进入最终的决战 Battle ATM。来，未来银行的金库，我们请顶提款卡28000。柳燕老师，来，请插入卡，金库即将打开，请。我手在抖。金库打开之后，有你的28000在里面，是有两个提示，请看。分别是总笔画37画的 Popeye 吃菠菜，或是总笔画46画的灰姑娘的姐姐。婆派吃泼在，比如说如虎添翼啊，大力无穷，这算力大无穷，力大无穷，大力无穷，力大无穷，对对对，啊，类似像这种四个字成语，像灰姑娘的姐姐说啊，东施效颦，也不是，就是居心叵测，居心叵测，结果就根本不会想祝福她嘛，对不对？我选笔画比较少的37画，婆派吃泼菜，请锁定。那我们看你没有选的那个灰姑娘的姐姐，哦，还好我没有缺足侍女，意思就是她为了穿上她那个高跟鞋嘛，高跟鞋，对，然后她就把她多余的脚太大了吧，然后把脚这样削一削，就是为了穿上那一个鞋，对，就想要成为王子的那另外一半，对呀，啊，但就不是她嘛，哦，就缺足侍女，还有你没有选这个普派吃菠菜，请出题。囫囵吞枣，计时开始，请消除。吞。枣。枣也难。时间啊，停。他总共用的时间是45秒，就待会回来，如果答错的话，还有15秒，因为你用掉45秒。他的密码是12110712。对或错？
错，计时还有十五秒开始，三。好，停，还有四秒哈。对，囫囵吞枣改成这样子，密码是09080712。对或错？哎，还有四秒计时开始，请改。真的难，囫囵。停。密码变成09120712。对或错？没错。来，我们看正确解答了，看到吗？囫囵吞枣。对，谢谢。谢谢。那请关金谷，请关金谷。谢谢，拜拜。哎呀，刚刚那个问题给国文老师做粘云就好了嘛。你要不要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削足适履？他不是，虽然是灰姑娘，只是隐喻这件事情，做节目嘛。对 对。那真正的故事典故，其实他真正的故事是在讲说，有一个人他为了要穿，让他的脚穿进去这一双比较小的鞋子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自己的脚后跟给剁，就是切掉，然后为了要穿进去这个鞋子，所以其实这个典故。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就叫本末倒置。但是在格林童话当中里面，它其实最原本的版本是比较偏恐怖的。啊、对，它其实是十八禁的一个童话故事，叫黑暗。对对，暗黑版本的。那当时他的那两个坏姐姐，也是为了要把她的脚穿进去那个灰姑娘的那个鞋子嘛，所以她也确实真的做了这件事情。而且可能版本还更恐怖，就是我看过的版本，除了切掉草后跟之外呢，它还有切掉的是整只脚，就已经走火入魔了。我这样塞进去能不能？行不行？可不可以嫁给王子这样子？哇，对的，还那囫囵吞枣更不用讲，就没有消化就进去做这件事，对对，就像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看戏千万不要囫囵吞枣啊！是的，记得一下，细细品尝了这一部《文雄与秀英》的舞台剧呢，在5月3号到6月30号在空总剧场。就是地堡的对面这个场地，我们就要呈现给大家爱情的不同样貌。谢谢大家，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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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姨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林老师，在至少有今天这边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上头空白啊，是空白啊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